第一行短，第二行长，长短有变化。支钩，我们顿一下啊，向下。勾出去，上面短，下面长，上紧下松，横长短要变化，注意内圆外方，招，日字旁要写的窄一点，两个竖要有粗细的对比，横变成提，点，这个往左下方有重到轻，竖画向右下方斜行笔，横拖住的竖的笔画，上宽下窄，大横要左低右高，撇出头的长，向下垂直要高起笔，捺笔向右下方伸展，要出去长一点，是第一横长，第二横短，竖画在横画中间，上面出头略长一点，长短是有变化的。